ถ้าตอนนี้อายุ30 กว่ามันก็ไปถึงจะมาฝึกไทยเก๊กสามสิบปี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เพื่อนหนักเลยจนที่สุดไทยเก๊กถึงจะได้มีชีวิตประจำวันถึ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ลยอายุเท่าไรล่ะอายุ69 ปีมาอายุเท่าไรปีมา69 ปีมาหกสิบเก้าหกสิบเก้าหกสิบเก้าสามสิบเอ็ดปี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ก็เป็นเต็มมีว่างนะในว่างก็มีเต็มอยู่นั้นไม่ได้อยู่เต็มหมดแต่ก็ไม่มีว่างมันต้องเหลืออยู่สองข้างเอาเขาจะเริ่มสอ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แค่ตีกระบอกเวลาตีอ่ะ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ไทยแกจะดูไม่ออกว่าอันนี้อะไรก็ลี่กับจิ้งต่างกันยังไงเด็กๆ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เริ่มมากเราต้องเล่นไทยเก๊กให้แต่ละท่าต้อง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ก็ต้องผ่อนคลายแล้วก็ฟูหลิงตึงที่ตึงจิ้นสิบท่าที่ท่าที่ผ่อนคลายแล้วถึงจะออกมา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อยู่ดีๆจะว่ามาฟูสองฟูสองเป็นไปไม่ได้ ก็เลยมากหลายก่อนนะที่ว่าสองชุยสองมันต้องมีพื้นฐาน3 ปีขึ้นไปถึงจะได้6-2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ถ้าแต่ละท่าถ้าเรายังยืนไม่ติดยืนไม่ติดท่ายังไม่ถึงที่นะก็6-2ม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เลยต้องมีฐานขาที่แน่นแล้วบ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รียบปุยอย่างไทยหมายถึงว่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ผ่อนใครทั้งตัว ถึงจะจิ้งออกมาได้ถึงจะชี้ถึงจะออกมาได้ถ้าจะยืนติดแน่นๆนะแล้วก็มันเขาว่าเป็นกำลังที่ใช้ไม่ได้ที่ว่าเล่นก็ไม่ออกก็ต้องใช้เก๊กให้เสร็จ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แต่ละขั้นแต่ละขั้นไปเวลานี้เขามีชีวิตอยู่ก็พ่อไทยเก๊กเขาก็เล่นมาเรื่อยๆถึงจะมีชีวิตอยู่ที่ว่าตอนที่30 กว่าปีก่อนเขาป่วยหนักทีเดียว แล้วที่พูดตอนนี้มันซึมบ้างแล้วยาวเลยแล้วก็พูดไม่หมดอะไรทำไมทำไมให้ผ่อนคลายผม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บ้างตรงนี้ตรงนี้เราพูดจะไปทำตรงนี้ตรงนี้ยังใช้เคยเจ้าฟังทรงจะมันเฉินตุ้งที่เราตรง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ผมก็รู้ว่าคนเรียนจะถือไว้ที่เราตรงนี้ผมพูดชัวร์ได้เลยแต่ละคนแต่ละคนเรียนจะถือไว้按照每个人的理解悟性，有些听上甚至很放松的，有些学得几年的松松不了，那这个有个差距啊。但是放松，那个放松呢，最主要心里边先放松。太高。我们的练心态，太极拳是练心态，不结果外形怎么了？我心态松了，你心态不松，心不能开放。 有良好的心态，你就没有好的令权的利他性情就出来了。我的心很紧张，我的家里没有恶事情，你放不到，那你就肯定松不了的。那你就好，我说哦，他练拳什么都不管，我的天有地之间，唯独有我自己，天宇宙之间就是唯有我自己，其他人不管，因为他传里边是有人道无人。 无人当扰人，你看这个没你管，没你管，他没有人在里，我好像不看见的。但是我打拳没有人，好像有个人在这里，我蹦出去了，就想，所以那两个如果到拳里边外修没有计划出来，是不是？但是推小的就想，你先解决这个不掉不顶，你要放松。 不行不行，别来呢。没乱，没乱，没砍，没割。那要被断。断，要被断。断，要听。他。搞定。会往。他的顶面是倾向下来的，拿拳，其他的拳就是他打出来了，我一啪，就成下来了。也断。他的运气的东西很容易打，他这个弹簧呢，就难打了。 不就把大王，我把这个力削，大王是弹簧性，大王还没杀兵，他来了，我削他了，我削他就跑出去了，他干嘛呢？老子都放开，放开哦，但是呢，部分的雕，但是部分的雕也不对，他我很凶了，你，不打了，怕跑，跟，如果打拳的时候你开这个手机，你好拉脖子，一定要关掉。 不能算自己家里的事情，一定要把这个。好像刚才我的出力，但是每个人要把这个东西改掉，跟进的这个。要听听的，听的。不要听白了。他们也大，也大。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他大那么，还没有。
第一个，我们叫不怕一，不要怕打，不要怕挨打，你咪过地，咪不要过撞地，唔系话过踩过撞地，一过撞地。第二个呢，我打放松啦，放松就掉啦，我放松打啦，我就放松啦，就挨打啦，挨打啊，丢掉挨打。那你跑得百斤来，你顶着不行，腰又不行，那每个人呢，要多少呢？啊，要去靠你。他功夫比我好的，我就拿一点；他功夫比我差的，我就好一点。那美国人，那我学的就我练就在练放松，练就放松。但是呢，要做主要的太极拳，为什么爬第一级啊？爬第一级啊？这叫爬，叫第一位。我们的盘劲，这盘劲是第一位的。他按来，我不是顶，但是我用盘劲，这个大拇指，这个盘劲就走了，这个大拇指就走了。这个靠什么呢？抓那个白的。我们不是靠手，靠腰，靠哪？靠整个腰。没有白的。不能走了。啊，还有。因为我太极拳有一个太极拳要五弦步嘛，前进、后退、中、九步要盘中定嘛。那中定怎么就靠脚走？靠中脉。中定。我们是靠中脉的，我的中脉一转，这个脚呢把这个借力打力，所以我先肩练练长，肩练练长，站练练长，站练练长，不加不减，就是刚练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我就掉了，就危险了。掉了，砍开了，那我就慢慢砍劈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够学进球远，我就首先不要进。按照他来，你不要第一个心里面你要放松，不怕挨打。我们打的不紧要，为什么受不了？为什么受不了？就是挨打，挨打，肯定要硬的，你不要怕，因为学习每个人都想过那个蛋，他就有些人想过那个蛋，通过的东西呢，胃进。喂一口一口的喂它，喂熟了它也可以懂得讲不听听啦，先进它，先它的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对，我的靠不是靠手，我手这个按着的，但是我的脚这个没有弄安定，它一百斤你打我，但是我坐下它有这个百斤的腰，为什么？那是我的腰骨呀，腰椎。这里呢有一个内劲的问题，我的内劲好，我也不要坐，也不要蹦就出去了。但是我们内劲，就每个人不同的这些情况就这样，我内劲好。来了，我没敢落呆住啊。这个其他的劲，有个神威出来，有养成出来。所以我的你们打拳养成不能看。啊，没过。但是你不能，反正这也不行，很自然的。他妈差，你他妈差，他妈踢吧，他妈差。平乐这个他妈差，这个叫共华的嘞，他过不了。听林派他就中共六百，你想呢？他当才敢。他妈差，他不还他妈差吗？那你理解他理解这东西了？两个人呢，不怕挨打，慢慢体会，放松。没当过东西。现在要盘起了，他总可能没当过过啊，他是不是属低？你话他慢慢，他差了可以。快前进，对吧？那方向上来，我难受，太难了。我不怕他，但是我怎么要对话他？我发不倒了，推去放不倒，第二次、第三次我感觉打不动了。对了，就是你第一次的，就可以感觉到了。没动夸，没动夸，看嘞，看去爽夸哇，搞跑什么的哇？一场一场，那个路啊，劳动太一天来了。这里有一个。泰拳里边节节贯穿，他路，我不是这里松就可以了，横穿。要分开看短了，那个卡个木影掉，那个卡木影就多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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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
大家意思就是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们他给我们按他的手指后壳，但是感觉到他怎么样了，就是没有什么滑动，可是他滑进的时候，无数。